退休。名门浙江省第四人生太人张仲景先生自己的责任，今日欢度孙大圣，今天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半个月，作为儿子我有很多话想对父亲倾诉，但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去总结我父亲的一生。就像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，历尽了九九八十一难，终成正果，斗战胜佛，在我的脑海中千言万语汇成四个字：金猴宗师。这寄托了儿子对父亲无尽的哀思，也是海内外的观众对父亲艺术上的最高评价。父亲对少女事业充满信心和期待，对年轻的演员给予了诸多的传授和培养，希望把一生钟爱的少京艺术发扬光大。我有信心和少剧的同仁们一起努力，继承父亲的遗愿，把周总理、鲁迅先生的家乡戏少剧发扬光大，再创辉煌，去去欲千里，悠悠隔九天。敬爱的父亲，你安心吧，一路走好，来人，我们再演父子美